天使网红素颜直播教化妆，网金虎乃是谁？大陆网红张韵子因为一张洋娃娃般的五官引起热烈讨论。图翻摄张韵子微博，20万01804.21。最近大陆网红圈出现一个天使脸孔、洋娃娃般的五官，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，不过却也出现许多传闻。有人说她的外貌都是整来的，为了变漂亮花了不少钱挨刀，还有指控她帮忙业配却收钱没做事，名声在网上非常差。张韵子素颜后的皮肤看起来显得蜡黄，眉毛也少了一半，吓坏网友。图翻摄微博，20万01804.21。这名网红叫做张韵子，最近她开直播教大家化妆，顶住一张素颜的脸蛋，吓坏一群网友。原本白皙的皮肤变成蜡黄，像洋娃娃般的深邃五官也变得很平面，少了妆容的遮盖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暗淡。有粉丝问她乃是谁呀，吓坏不少网友。张韵子素颜直播教化妆，妆前妆后差很大。图翻摄微博，20万01804.21。这段素颜的直播在网路上引起不少议论，有些人觉得没有差太多，认为她的本质是好的，也。